见你我心情就甜，雪糕融化在时间，你的笑容哦，你的眼让我醉，让我迷恋。你靠近像快乐跳跃不停增添，我尝到幸福滋味无限的蔓延，请相信我对你的爱会永远的保鲜。如初见，爱你十二天十二线，是让人疯癫，陪你荡秋千看月圆，因你收拾片月色下你的脸，如此的耀眼，要和你一天天一年年幸福到永远。我们流年线脸容线还是你笑颜，依然不曾见不曾倦，把缺口装填，只有你在身边，什么也不欠，要一口每天甜甜的。今天呢非常的开心哈，让我们再一次的就是接触到我们的 Jazz Home 杰户佑之家。那当然今天身旁有我们的主席蒋胜进先生，以及我们的 Amy 姐，还有我们的总务陈明华先生，再来呢有我们的院长，院长怎么样称呼？廖伟宪。廖伟宪先生，还有我们的财政，我们的纪耀贤老师，当然今天还有我们的网媒，我们的 Uni Mr. Daniel 你好。Mr. 很老那我们的帅哥你好是的，那今天在这里呢啊，我们就是想啊来分享一下哈，我们两年前的时候有接触到这个兰姐，还有我们的婆婆，就是制造那个灯笼的，在我们安顺八尾一带。那今天啊，两年过后的今天，2019年哈，我们再一次的就是接触到他们。那今天呢，我们的兰姐还有我们的婆婆更哈特别的，就是送上我们这个 Jazz Home 小朋友们这个灯笼的。那今天在这里，我们也让我们的主席哈，我们蒋顺进先生来和我们的朋友们呐、还有我们的婆婆兰姐他们说说几句话。首先呢，我们要感谢这个KNI 的团队哦，今天又一次的来为我们这个拍摄这个视频，尤其是我们 Einstein 跟 K
K1 还有 Nick Tan 啊、哦。今天呢也非常的高兴呢，就是除了这个 KNI 的 media 来这里拍摄之外呢，我们也感谢来自吉隆坡的这个 UNI 有你 Daniel 啊，他今天来这里呢，就是我来我们这里呢，就今天他是来拍摄这个灯笼制作啊、哦，这个传统的灯笼，也顺道来了我们这里啊，来拍摄我们参观我们这里这个中心。在这里我要感谢你们的到来，也就是除了到来这里啊，我们也知道说你们今天也带了一些吃的，也送上一些这个捐款，感恩。然后呢，也感谢这个爱山啊，因为这个中秋节就要到来，在这里我们先祝各位中秋节快乐。今天呢，我们感觉到是一个非常的一个有意义的这个活动啊，因为呢，这个兰姐送上这个灯笼过来给我们的孩子，我们的孩子也非常的高兴，因为呢，中秋节就是他们期望的一个节日，也希望说这个节日啊，在还没有到之前，当然会有人送上灯笼，是他们最期望的，而且送上这个月饼啊。让他们能够快快乐乐的这个过这个中秋节，所以呢，我再一次的代表呢，我们中心啊，在祝福你们，也谢谢你们的到来这里，让我们孩子呢能够过一个快乐的一个中秋节，谢谢。那我们接着呢，有我们 KL 非常文明的这个网媒哦，我们的 Uni 不敢啊，敢啊，是的，我们的Daniel 就是来到我们安顺嘛，就是我们。在教导之前有沟通，安顺是一个非常有人情味的这个小村庄哈。那你来到这里，你第一个印象是怎么样呢？对我们的安顺，人情味，第一个印象没有，就其实也是团队第一次来安顺，所以before来之前就是感谢就是联络到 KNI 的 media， 然后就是热心帮我们安排到就是今天的拍摄啊，还有来到孤儿院的一个探访这样子，就是认识到院长还有主席他们，就是还有 Amy Andy。其实整个的体验是很棒，就是我们可以更了解安顺，让更多人知道安顺，因为我相信这是我们也是想要达成的一件事情，然后可以见证一些安顺的传统文化啊、习俗啊，因为我们也是在拍这类的视频，所以我们觉得我们跟大家很契合，然后再加上我们今天可以举办这样子的活动，把温馨带给孤儿，所以我觉得很好，就是感谢大家的协助，也感谢主席跟院长的一个安排这样子。好，是的，那今天在这里呢我们也就是再一次的祝各界的朋友们中秋节快乐。多少人曾爱你情